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净土大经科注。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186页。186页，请看第九行，这是继续介绍啊，方便有余土。方便有余土，若人念佛功身，以离杂乱之心，专念一句名号，心口相应，字字分明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极乐世界有四土，我们昨天汇报了第一个凡圣同居土。如果我们念佛升到方便有余土，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就比前面更要深厚。而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行不行呢？理论上说是可以做到的，事项上行不行呢？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就事实来讲，升到凡圣同居土的菩萨多，而升到方便有余土的菩萨呢，还是数量比较少。其原因何在呀？都在修念佛法门，为什么有的人品位高，有的人品位稍微低一点呢？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自放下烦恼的多少不一样。所以古大德劝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处事。所谓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要让自己的心呢，永远保持在禅定当中。我们跟任何人不争不斗不胜，这个胜就是说要超过他，保持平常心呢，他就会得定，将来呢就会开悟。定能够生福，慧能够帮助我们把宇宙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佛门所提倡的戒定慧三学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原则，这是总纲领，务必要掌握住。学佛就常理来讲，应该是越学越亲近，越学越欢喜，越学智慧越高。那在方便有余土里面，这里所介绍的有一句最重要的话，
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就是要做到离杂乱之心。离就是远离，远离咯，要把那个杂乱的心真正放得下。我们之所以放不下，其根源就在于喜欢管人，喜欢管事儿，还有个更麻烦的，喜欢管钱。所以师父上人大家都知道吗？他在世他不常常说吗？三不管，是不是？不管人，不管钱，不管事，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功夫啊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如是念佛，明是一心。前面做到，再加上念佛，真的是啊，一句接一句，绵绵密密。他真正通过念佛，把自己的见思烦恼都放下了，那就契入到是一心不乱。达到是一心不乱，相当于小圣的阿罗汉，大圣菩萨七心位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若达此境界，虽不求断惑，而见思烦恼自然短落，多好！不用求除见思烦恼，念着念着呢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它自自然然见思惑就没了。而其他法门呢，要做到断见思惑，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纵然只念到功夫成片，可是当我们往生的时候，佛放光一照我们，加持我们，就把我们的功夫呢提高一倍。本来是念到功夫成片的，佛这么一加持，我们就达到一心不乱，那至少也是四心不乱。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弥陀经没有翻错，本来那个梵文的原文呢，翻成中文是一心细念，不是一心不乱。做到一心细念呢，人人都行的。那佛这么一加持呢，就把我们提高到一心不乱。因为罗什大师翻译的方式是意译，是翻译他的意思。这里讲，虽不求断惑，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啊，所谓的水到渠成的。这不就是经上所说的吗？法尔如是啊。当然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是一心不乱的境界，也是佛力加持。则从此界之同居秽土，恒生极乐方便有余净土。请大家留意，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是怎么去的？横着出去，不是竖着超越。竖着超越啊，太久太久了，最起码也要三大圣起境。所以佛这么放光一照，就把我们呢提升到方便有余土了。在那里环境就太殊胜了，那最起码也都是三国以上的圣人，和我们朝夕相处，哪里像现在每天跟我们在一块都是什么人呢？他不破坏我念佛就已经阿弥陀佛了，是不是？两个人不要吵架就已经哎呀很不错了，有时候不吵架但是暗斗，这个可麻烦了。暗斗容易得高血压，明争容易得心脏病，都不好。为什么不修清净平等呢？是不是要敞开心量吗？要化解这个宿怨。我们都是
佛陀弟子。好，再讲第三个更殊胜的，十报庄严图。若忆佛念佛，历历分明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大势至菩萨所提倡的吗？忆佛念佛，时时刻刻都想的是阿弥陀佛，要把这个佛号呢念得清清楚楚，毫不模糊。最主要是我们的心，行住坐卧唯此一念，无第二念，不为贪嗔烦恼诸念之所杂乱，是名是意心。这是刚刚提到的啊，生到方便有余土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前呢，如果还有什么人事物放不下的，要学。但说的远一点呢，现在不肯放下，迟早有一天还是要放下。您再喜欢的人，再多的钱财，再多的房地产，再高的地位，到那个时候通通都要舍弃。什么时候断气？是不是一口气不来，没了，都改名换姓的了。哎，说的现实一点，当我们要死之前，已经有人他就开始动心思了，怎么把您的地位给拉过去，怎么把您的房产给变更姓名。他们很计较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啊，我们呢不要这些东西，我们心里面只想什么呢？就想怎么早一点升到极乐世界，希望佛陀呢早一天来迎接我过去，早点去好啊，早一点升极乐世界，早一点得到解脱啊，早得快乐。世上极德，这是讲是一心，礼上未彻，属定门舍，未有慧故。是一心是得定，但是还没有开慧。智慧开了，那绝对是离心不乱。所以前面讲的呢，那个是一心，他的智慧还没有开启。若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这就是我们要在事一心不乱的基础上呢，再努力一下。于自本性忽然契合，了知能念所念，为事一心，这个就称之为理一心。所谓的于自本性自忽然契合，这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呐、啊，这就是见性，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。那达到这样一个境界，他还念不念佛呢？念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有念无念，能念所念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他完全呢回到自然，自自然然，每天每时每刻还是一句弥陀不间断。下面呢再举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所说的，若言其有，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，所念之佛了不可得。这个人念佛呢，他是念得清清楚楚，不着相，能念的心相，所念的佛相都放下了。若言其无，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，所念之佛历历分明。我们细心观察，这种人
两边不住。他这个佛号呢，确确实实念得清清楚楚，相续不断。他心里面呢，一个杂念都没有，甚至连那个佛号都没有。后面是念老师所讲的，这是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言思路绝，不可名状。这个境界好啊，这个境界呢，就是属于离心不乱。他念佛号呢，心里面呢清清楚楚，一点呢都不迷惑。唯是一心清净本然之体，这个跟慧能大师所契入的境界完全一样。更有合法而得杂乱，是名理一心。真正知道自己跟佛是一体，丝毫都不怀疑，丝毫杂念都不存在，晓得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，一切诸佛与我是一体，山河大地也是跟我一体的。对于外面这些境界相，绝不把它放在心上。不要说十法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那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土，说真的，它可不可得？也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到最后怎么呢？都会消失。那真正可得的是什么呢？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是能生能现，常寂光是我们的本体，是我们的真性，是我们的本性。净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。当我们见心之后，我们讲这个自性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大慈大悲。所以我们看佛陀、法身菩萨对待任何众生，那个爱心是没有条件的，平等照顾。而佛这种大慈大悲呢，又说不出来，所谓的言思路绝，不但我们讲不出来，您想也想不出来，无法想象，这就称为离心。属慧门舍兼得定故，前面是属于定门舍，那这个离心呢是属于慧门舍。这种境界真正达到了定慧均等。念佛若达离心，破一分无明，则生十报庄严土，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。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所以我们升到极乐世界，您就怎么样呢？原生四土，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因为这个是十方诸佛刹土呢没有的现象，唯独在极乐世界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机会啊，一定要牢牢抓住，真的，人生一世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纵然不学佛啊，你也大概也有点感受啊。感受什么？想不到我老了，是不是？看着孙子越来越高了，越来越大了，哎呀，想不到我已经祖子辈了。老了怎么办呢？有人就着急了，怎么不生病？我们现在年轻嘛，大家不在乎什么健康不健康，现在想着拼搏啊，讲得好听拼搏，说得不好听一点怎么赚钱。曾经听过一个演员呢讲了这样的话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以命搏钱，拍电影吗？拍那些功夫片很危险的动作，他那个导演就要求他怎么做怎么做，他就想要赚钱呢，就必须要做那个危险动作，结果经常受伤，
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还不是很晚呢，50多岁都已经老死身体，哎，很多这些伤痛。到了晚年，他就怎么想呢？以钱博命。所以我们思来想去啊，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？健康、平安。升到极乐世界呢，您绝对健康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灾祸，绝对无量寿，绝对是智慧、福德、相好，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。下面再讲，十报庄严土，乃法身大士之所游居。所以在十报土里面的居民都是哪一种身份的人呢？法身菩萨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。别教初地，原教初住以上诸大士，始得生此。那这个就是像慧能大师这一类的，明心见性大德，他们升到这里，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方生此土。此土大士色心自在，身土互现。哎呦，这个十报土太不可思议了！为什么？神通妙用，随意自在呀，哪里像我们可怜？下面举个例子，于一毫端，这讲我们汗毛喽，把它拔下来，它这个汗毛的尖端，这很小啊。怎么样呢？可以现宝王刹。我们讲啊，汗毛端可以看到什么？宇宙，这很不可思议。汗毛端没有放大，宇宙没有缩小，居然看得一清二楚。与微尘离转大法轮，那这个微尘就更小了。谁能够到微尘里面？转大法轮呢？大家看《华严经》，这后面普贤菩萨行愿品不就讲到了吗？他老人家就有能力哦，入那个汗毛端，入微尘，清净诸佛如来，他可以看到佛在那边呢，讲经弘法。这是什么境界啊？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尖端科技，所以佛法真的是哦，最高等的哲学，也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。那科学家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探索，看到了一些真相，但是他还没有呢证果。从哪里可以看得出他还没证果呢？因为他第六识、第七识还没有转过来。他如果哪一天转过来了，他这个时空的观点就突破了。而我们佛门呢，小圣出果须陀洹就被尊称为圣人。从哪里看得出来？他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。所以这个时空呢，他们突破。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，在佛力的加持之下，居然也有这种能力，真的要非常感恩阿弥陀佛。所以呀，升到十报土，我们的身心跟整个法界融为了一体。下面接着讲，称性庄严，无障无碍。庄严，谁不希望有呢？而在极乐世界，庄严是自自然然现前，是自自然然都得到啊。我们只要用个3年5载的时间，真正做到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到达极乐世界，经上所说的，通通您都能够看得到，接触到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啊，只是讲一讲而已，那不是我们的实际境界。我们现在只能算是解悟啊。还不是什么呢？证悟，到达极乐国土，莲花一开，
那就是您的世界了。原教初住以上直至等觉菩萨41位法身大士，皆属此土，位皆分正常极光。他没有讲圆正，是讲分正。换句话说，这些菩萨呢，还没有契入到常极光。什么原因？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，把这个都扔掉了，清除干净，那个十报图呢，自然就不见了。就好像电视哦，换个频道，突然一下子换了个频道，什么频道呢？常极光净土。境界一转，那种法喜啊，又超过了这十报图啊。我们虽然没有到十报图，但是我们现在学习这一段开示哦，也觉得蛮高兴的，是不是？那更何况你是身临其境，那还得了？那种喜悦哦，讲不出来呀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个菩萨互相见面都是笑呵呵的。因此，在现前，真的我们要把这个佛号啊念得越多越好，早点去极乐世界嘛。在这个地球上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多待一天，多受一天罪，应该要赶快搬家，搬到极乐世界。好，下面再讲最殊胜的土，是常极光土。法身佛所居之土，名为常极光土。那这个境界呢，就远远超过了其他菩萨，包括呢等觉菩萨。法身佛，这是一切法的本体。法身佛可以现报身佛，可以现应身佛、化身佛。法身呢，又没有任何形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可是它是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，它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，我们绝对离不开它。它是我们真正的自己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本性。遇到缘的时候呢，它就能够随时现出三种现象。虽然现这个现象，法身佛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下面再举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所解释的：实相之体，非即非照，而复即而恒照，照而恒极，照而极，强名常极光土。极而照，强名清净法身。从这儿你就知道，所谓的常极光是什么？勉强不得已取个名称啊。那清净法身呢，也是为了度众生嘛，取的这样一个称号说法。实际上，在法身佛的心目当中，有没有所谓的常极光啊？那还有没有所谓的清净法身呢？没有这个概念，那只是为了度众生，有这么一个善巧的说法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学习呢，把这个分别、对立、执着等等这些不该想的念头，全都放下。我们凡夫可怜呢，这个八识哦，很不老实，像前五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缘外面的物质现象，眼睛嘛看咯，鼻子嗅咯，舌头尝咯，耳朵听咯，而这个第六识、第七识呢，所缘的境界是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。但是，这个前七识你怎么样去圆自信，绝对圆不到。法相中讲得好，如何能够入佛菩萨的境界呢？所谓转八识就成功了。
八十一转过来，四种智慧自自然然就现前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所居住的土，最殊胜无比的就是长吉光净土。到达长吉光，您就懂得经上所讲的一句话，原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共同，那就不分离我了。这种情况说真的并没有离开我们，它在哪呢？就在眼前。这个是我们凡夫所无法想象的，但是佛呢又没有骗我们，说的都是实话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偶遇大师跟我们解释啊，实相之体说不上极，也说不上照，但是它呢确确实实是极，确实是照。为什么说非极非照呢？怕我们着相啊，怕我们着了一个极的相啊，着了一个照的相。您有着这个极相照相就错了，就永远没办法呢摆脱迷惑颠倒。所以它极而常照，即是体，什么也没有，就叫做即。三种现象不存在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都不存在，这个叫做即。其实世间人所讲的三种现象，佛法也讲，我们讲阿赖耶的三细相嘛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就是科学家所讲的这三种现象。那么这些现象呢是刹那生灭，照而即，勉强说一个名称叫做长吉光土。诸位同学你也不要计较啊，是真的有一个土，什么土不土的，没有这个土啊，方便说吗？但是呢即而照，即能够起作用，虽然它照，它还是怎么样的？即，其实古大德已经把话讲得这么清楚了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还是不太容易理解，再说的再简单一点，即是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大家好懂了。那照是什么呢？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就是照。好，那这样子说就比较容易了。所以呢我们清清楚楚但是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叫做照而即。虽然没有起心动念，一切法完全通达不迷惑，这就是即而照。因此即而照就强明清净法身，照而即呢就勉强叫他做长吉光土。而实际上呢土也没有，身也没有啊。后面是念老所讲的，故知身土不二皆属强明。到了法身佛的境界，所谓的身跟土是什么？是一不是二。当我们真的心极静到极处的时候，就像楞严经所讲的静极光通达，真的光通达，一切法哪里有您不知道的道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知道？不通堵得很厉害呀、啊！这老祖宗不是有个成语吗，叫茅塞顿开。其实我们大家读经听经念佛拜佛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打开自己心性之门。一旦心性之门一开启，自信之光愤愤向外透露出来，它起作用啊。起什么作用呢？
能生万法。所以现前呢，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真相要看清楚，楞伽经是佛门很重要一部经典。这部大经呢，是世尊当年在斯里兰卡楞伽山讲的，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，这讲宇宙的真相，讲实相。自心现量，第二句不断之无，这就是哲学的总纲领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原来它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楞严会上佛也讲实话了，诸法实相吗？佛讲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所有这个现象都是相似相续的假象。多快的速度在变化呢？我们把它换算一下啊，就是一秒钟当中有1600兆次的生灭相。所以楞伽经上说不断之无，它不停的在怎么样呢？变化，不中断。那个无就告诉我们不可得啊，无所有毕竟空。您把这个不断之无搞明白了，从今天起你肯定就会做到什么呢？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大家搞清楚了没有？是比较清楚一点。不过这个话啊，我们在后面的报告当中会经常提到，自心限量，不断之无。真的哪一天呢，烦恼起现行呢，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人事物，你把这两句话念一念就好了，那个火啊，自然就平息的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身土不二，他们是一不是二。就实际来说，讲一个身，讲一个土，没有真实意。所以佛说呢，如来说一切经法，就好比是什么呢？黄叶纸提呀、啊，这是个比喻。到了秋天嘛，这些树叶枯萎了，掉下来，啊。刚好地上有一个小孩，也不晓得什么事儿，哭起来了。那这个大人怎么样呢？随便从地上拿起一片黄色的叶子，跟他说：“这是黄金，拿去，换钱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去买那个糖吃。”小朋友一听，哦，这个可以拿来买糖，高兴，他当下就不哭了。其实那是不是黄金呢？不是的。那大人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他不哭而已。那佛讲这些话都是怎么样呢？应机说法，终极的目的呢，是让我们能够啊，把真相看清楚，不再呢迷在这个假象里面。其实84000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大家以后呢契入佛家的境界。所以法门呢、啊，门门都是最好的，门门都是第一，门门都成无上道，门门都应该互相尊重，应该学习。金刚经讲吧，法上啊，这个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各宗各派应该要互相尊敬，不可以互相批评毁谤。常言说得好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胜。今天我们所选择的方法是自心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升到极乐世界。最后我们回归到常寂光，到了常寂光净土呢，您就明白此地所讲的话了，原来是身土不二，极照同时。这些说法呢，都是一个善巧方便，是假名，他们是非思量境。
这种境界佛经讲得那么清楚，不要去思议呀，我们偏偏不听话，很想去想，很想去说，那你想一生想无量劫，永远不得其门而入。哪一天呢，您不说不想就怎么样呢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又常极光三字全显涅盘三德如来密藏，常即法身德。常是显法身，所谓的三德就是指的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大家下课之后啊，您可以稍后呢查这个参考资料，里面都有详细的解释。它是在上册140页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这个话题。常是什么呢？法身常住故，它真的不生不灭，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别的名称叫做涅槃。涅槃翻成中文叫做不生不灭。即是解脱，我们换句话来讲，得到大自在就是解脱。我们很想得到解脱，为什么得不到？问题出在哪？因为我们的心呢还没有做到极。其实常极光三个字哦，重点那个字就是在极。我们每天呢不停的产生新的念头，换句话说，天天在打妄想，时时在分别，时时在执着。师尊在《地藏经》里面讲了一句实话，这讲我们这个世界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更加可怕，无不是罪呀。大家看了这一段话认不认同？有人看了不服气呀，说我造业我还认同，你怎么说我都是罪呢？那佛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现在冷静地观察一下自己，如果我们不念佛，我们在想什么？假如我们能够把自己念头啊，全部把它变成文字，一大堆都把它打出来，再一看哦，哎呦，这么多文字当中，想自私自利想的最多，想贪嗔痴慢想了很多，想五欲六尘很多，想仁慈博爱想的很少。所以佛没有说错啊，我们天天在造作三途重罪，浑然不觉。佛是个明白人，他看得清楚。所以呢这个极很好，极呢是解脱，帮助我们解除烦恼，脱离生死，脱离轮回。假如我们这一生呢没有出离这一个生死苦海，来生后世怎么办呢？还要再继续的在六道里面继续投胎受报。所以我们现前修就是要修这个极，修自己的清净心，修自己的平等心，修自己的真诚心，修自己的慈悲之心，让自己的心呢真正能够做到啊不动。你能够不动那太好了，是常。后面再提，尘劳永极故，这就太好了。烦恼多没关系，可是只要我们保持用功，到最后呢一切烦恼都会断掉。所以真正学佛功夫得力的人呢，你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呢？随时随地都是很欢喜的样子。
他心里面呢已经远离了贪嗔痴慢疑，已经远离了呢怨恨恼怒烦，他已经不再造作杀盗淫妄这些事儿。光即般若德，智光遍照故。这个光呢，是指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智慧。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既然讲一切众生，就包括所有众生都具备跟佛一样的能力。世尊当年呢来到我们这个世间，住了一段时间，不长，79年。假如他老人家能够住世7900年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可以到哪里去呢？纵然他不来澳洲，我们也可以自己飞过去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世间人没福报啊。本来人间寿命呢最高是达到84000岁，我们现在连7900岁都没有，证明我们现在人造的业有多重，福报有多小，还不肯认真念佛，还在天天呢自己折磨自己，还怎么样，还折磨别人。真的，人跟人之间呢，说句老实话，就是互相折磨，互相呢，哎呀，伤害对方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可是，在极乐世界呢，尤其是在长极光净土，多殊胜啊！那个环境是最理想、最舒适、最完美的一个场所。等觉大士破尽41品无明，这是讲等觉菩萨把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全都要断掉，更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。我们要特别注重哦，生相两个字。生相就是指生起现象，所以十报土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有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一旦把这个除掉了，十报土就没有了。因此长极光净土就是经上所说的大光明藏，那是无明断尽的一个殊胜的境界，在这个时刻法身全显。所谓的法身就是光明，所谓的光明就是净土。法身没有法身的相，净土也没有净土的相，这是说到究竟处。圆正三德，请问圆正三德的时候还有没有正德的相呢？没有。如果您还计较，还那边高兴了，我已经圆正三德了，对不起，您还没有正德。真正正德的人呢，他如如不动，彻本心源，本性的心源就是长极光，究竟清净，正入长极光土。他不但清净，还是清净到圆满，清净到极处，清净到究竟。其实我们看的这个介绍啊，都在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距离往生到长极光这段路远不远呢？挺遥远的，所谓的万里长征，我们才走了几步啊，恐怕只跨出了一两步吧，不多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首先要做到什么？有能力可以出六道，可以到达极乐世界。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呢，继续努力，先在十报土跟阿弥陀佛求学，到十方诸佛刹土向十方诸佛请教，
天天断烦恼，天天长智慧，到最后呢，跟等觉菩萨一样，把所有的无明习气清除干净了，回归到常寂光净土。我们再看第三段，凡夫待业往生同居土，以亲闻佛训故，无退转故，受命无量故，必于此一生缘断诸惑，缘尽四途，故生同居，以及生上三土，故曰缘生四土。这个缘生四土啊，特别是对我们凡夫讲的。我们现在遇到这个念佛法门呢，真的这个机会啊，犹如彭济清老居士所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。我们可要知道，这个地球80亿人，不是人人都遇到净土法门呐。我们看一下印度好了，你看印度佛教哪里来的？印度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在印度多少人在念佛呢？你到印度去旅游一下，有没有看他们在打佛七啊？能够在寺院里面讲无量寿经就已经不错了。听说在那边呢，连出家人都很少很少看到。从这一个现象都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有这个缘碰到的时候，要牢牢抓住它。今天有这个缘，不代表明天还有这个缘。而且我们再往后面看吗？师尊的法运，他在怎么样呢？一天一天在减少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按照中国人的讲法，后面还有多少年呢？还不到9000年呢。9000年过去快不快？一弹指之间就过去了。你看前面3049年，不一下就过去了？再弹3次，后面就没了。现在众生真的是烦恼很重，尤其是这个贪嗔痴，这是毒中之毒。我们天天在不停地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。那个贪的核心就是情执，比情执更糟糕的，我们现在贪什么呢？贪钱，贪名，好色。而这个傲慢呢，是嗔恚的核心，怀疑呢，是愚痴的核心。净土法门是什么法门呢？难信之法。请问为什么净土法门称为难信之法？大家知不知道答案呢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一段开示的最后一句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最后一句讲什么？我们到达极乐世界是缘生四土，不但生啊，还怎么样？缘生这个情况在华藏世界见不到的，唯独在极乐国土常常见到，天天见到。所以啊，这个法门呢，很多人看了之后听了之后呢，很难升起信心。为什么？其他地方没见过，只有你们净土经典才有提到。他们总认为呢，那个讲的多的可信，讲的少的呢，他信心不足。可是我们呢，就算是没有读过经，也没有听过经啊，师父教我们念佛，我们就乖乖念佛，一直念上个几年，到最后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要么站着走，要么坐着走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这都是无量劫来亲近过无数诸佛，我们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辈子我们才呢顺利的升到极乐世界。到达极乐世界好啊，好处前面我们看到偶遇大师在要解当中所提到的，比较我们这个世界的
光是说繁圣同居土，就有好几个方面我们这边不如西方净土的繁圣同居土。下面就举了例子嘛，以亲闻佛训故，这个以呢在这里当作因为来解释，这是缘嘛，我们在极乐世界就碰到了。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，不是啊别人说给我们听的，我们怎么样呢？现场看阿弥陀佛，现场听佛讲经，而且听佛讲经呢是不中断的。怎么不中断呢？菩萨不睡觉，菩萨也不吃饭。诸位同学，大家想想，如果您一天当中不吃饭不睡觉，您有没有多出更多的时间来用功啊？哎呀，吃早餐，这是一天当中最简单的一顿的了，您至少也要花个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吧，恐怕还不止，是不是？每天早餐都变花样，您不变花样啊，家人不高兴呢。一坐下来，他一瞄一下，纵然他不吭声啊，你看他那个眼神，看那个表情就知道了。您也不高兴呢，您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比你早起来，我辛辛苦苦的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我先起来帮你烧饭烧菜，你怎么有意见呢？是不是？要不然明天你来准备。你看这一家人就怎么样呢？就很容易闹别扭了。在极乐世界用不用吃饭呢？不必。他可不可以吃饭呢？也可以啊，大摆宴席啊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一百道菜，一万道菜都没问题。心一想，餐桌餐具餐这个什么饮食凳子椅子，哎呀，都出现了。而且更不可思议的，那个饭菜啊，菩萨同时咬那个菜，那个菜可以不停的一直涌出来，不像我们人间吃饭呢，大家一咬那个菜，那个菜就减少了，咬到最后就没有了，还要加菜，那边不需要。所以在那边的好处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呢，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佛讲经，还有到达极乐世界无退转故。我们之所以在那边不会退步，只有进步，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加持。第三，寿命无量故。他在这里也提了三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到那边去呢，是佛力帮我们生到那边，您只要莲花一开，个个都是法性身，法性之身是无量寿的，故必于此一生。你看哦，在极乐世界有几生啊？一生。而我们在六道里面已经多少生了？有一个成语怎么说？生生世世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想起来的真的是哦，酸甜苦辣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在那个世界绝对是一生成佛，不必拖到来生后世。在那边呢，常常听到佛给我们讲开示，而且在那边呢是佛都可以单独给我们讲开示，那个缘非常好。那现在就看大家知道这个信息之后，有没有起心动念想早点去西方净土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听说什么灾难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镜头，看那个画面多凄惨，几百个人死了，那些在现场整理这个灾难死亡而人死亡这些人的尸体，他们怎么处理那些尸体啊？用个布把它一包啊，随便这样一扔呢、啊，就扔到车上去。这些镜头
都被了摄影师拍下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呢，人不懂得尊重人，人不懂得要尊重三宝，人不愿意认真学习戒定慧，那自己造业呢，自己受这个果报。因此我们应该呢要冷静下来，细细的研读这部大经，因为这部经它真的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真实之力。什么真实之力呢？你绝对能够以后啊离苦得乐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升到极乐国土，到最后我们契入常寂光，您跟一切佛呢融为一体。下面还提到，这是讲升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是缘断诸惑。你看呢，他都提到缘，圆满的，一个不漏的，把所有的烦恼，这个惑就是烦恼嘛，那诸惑就是指一切烦恼，我们平常看的经上所讲的三大类的烦恼，见识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全都把它清除干净的。而这个没有了，后面的果报就出现了，缘尽四土，也就是说凡圣同居土清净缘尽，方便土呢缘尽，十宝土呢缘尽，常寂光净土呢也圆满清净。所以啊，故生同居亦即生上三土，故曰缘生四土。说他有前面三土的相，但是他没有三土的事，这个太奇妙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融在了常极光里面，极光里面呢能够照见三土，我们的所有受用全是常极光，这还得了？这个情况可是在别的佛刹听不到也见不到的了。下面再说第四段，有此土修行难，就讲我们这个世界了。我们不要说修行难了，能够动个念头去修行就不错喽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提到一桩事儿嘛，吃饭的时候斋堂很多人，听经的时候四五个。打饭的时候他准时到，提前到，可是我们跟他说，哎呀念佛好啊，文法重要啊，他笑一笑，是是是，好好好好，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。还是不动，没关系啊，他现在不动，他以后肯定会动，那个时候想动动不了了，我们比他有智慧。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虽然智慧能力不是很高，但是我们听佛的话，我们要舍弃这个娑婆秽土。为什么要舍弃它？后面就解释了，退缘多故啊，这说真话嘞，让我们退转的缘，这是佛家常说的魔障现前的。哪些是魔呢？烦恼的根源其实就是自私自利，那自私自利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。我们平常跟人家讲话，其实讲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哪个字？哪个字？我。开口闭口就是我。大家看古书啊，你看中国古人呢写那个书，心量大，念念想到他的家族，所谓的光宗耀祖啊，光大门楣啊，要给老祖宗争光啊，心量再大呢，立德立言立行，要为天下苍生服务，
你看这个心量多大。所以中国人有福啊，真的，我们能够投胎啊，这一次来到中华大地出生，能够学到中文，尤其是会文言文，这个福报要好好珍惜。那么在极乐世界，可以说没有让我们退转的缘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让我们不想学佛的那个缘呢，多啊，从家里开始有人就障碍我们读经听经念佛拜佛。有时候一些同学很感慨的给我们讲，他说法师啊，我好想出家啊。我们就说你家里不是很好吗？你家人不是很照顾你吗？哪有，你只看到表面。我要读经哦，一定是我那一位出去了上班了，他出去喝酒了打麻将了，我才赶快抓紧时间把经本请出来，把佛像请出来，然后就拜佛就读经。一直到他车子进来了，赶紧把佛像把佛经收起来，好像两个人在打游击战一样的。他说你们在寺院里面呢，想念佛就念佛，想读经就读经，想磕头就磕头。他说我哎呀太可怜了。这个也是他跟他家人这个缘分嘛，是不是要忍啊，要忍，要回向，真的要回向给对方。因为我们这边退缘多，就产生一个现象，故修道者多如牛毛，得道者少如羚角也。这也是真的。就拿我们这个道场来说好了。来这边呢，我们粗略估算呢，老的、少的加起来可能300多人吧，说多一点，300多人。请问是不是300多个同修都能够在这一生得到啊？300多个人能够有一个人往生就不错了。这个话讲的过分不过分呢？不过分。因为念啊，那个李师公不就说过吗，10000个人当中多少个人得到啊，多少个人往生极乐世界？3-5个。那是40-50年前讲的话。所以300人当中能够有，我们说多一点，再说多一点，3个人能够有6个人往生就不错了。我们现在讲堂6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您下堂课就愿意再来了，要不然不说您的话您又不高兴了啊。那在我一辈这辈子没有指望了，那我还修它干嘛呢？鼓励大家一下，我们就要成为那个得道者其中的一份子，要真正有这个能力要可以去啊。所以就我们净宗来说，什么叫得道呢？真的能够升到极乐国土。至于是凡圣土、方便土还是十报土，不必管它。偶遇大师、莲池大师，你看他们怎么说，我下下品就很知足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算是下下品，哎，再说的更差一点，纵然是被关在边地狱城又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关系？500年就500年咯，反正都已经去了，是不是？当然最好不要关500年嘛，就不要耽误那500年时间咯。我们学习这个注解目的就是，第一个保证去得了，第二个让我们不要关禁闭500年。你看大家听得很高兴，要好好用功。还有极乐成佛意，无退转故。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难呐，几个人能够念到离心不乱呐？您能够念到离心不乱，您就成佛了，分正佛。太少太少了。所以在那边呢，法缘殊胜，到处都是讲经说法，到处都在劝我们大家加功用恨。在往生正因这一品里面，
有这样一段经文：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。他既然说个皆，就代表什么？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全都有份，包括下下品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蛮佩服那些老实念佛的大德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平常没什么话讲，拿着一串念珠。现在我们大家可能用念珠比较少，我们现在用什么计数器，是不是？功夫好的人还要不要摁那个计数器呀？手指摁久了也酸呢。悟生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把念佛机打开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您就选喽，它当中不是有很多那个选项吗？六至二音的，四至五音的，四至四音的，有快的，有慢的，有老和尚念的，还有别的法师念的，还有这个哪些道场念的，这都可以嘛。你就挑了选喽，看哪个您最愿意跟他一起念的，就跟着他一直念下去。念累了就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接着念。到达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所谓的三十二相。这是方便说，诸位同修。真实说是什么？观无量寿佛的经里面讲，八万四千相，八万四千毫，八万四千光，每一道光又有佛讲经。哎呦，这个容貌啊，奇特无比呀！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尖端科技、人工智能绝对想象不出来的那个容貌。极乐胜于十方者，守在待业凡夫，一生彼国，便得阿惟越之。这段话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。为什么极乐世界超过十方诸佛刹土？先提到第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呢？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怎么去的？这就是古大德所讲的待业往生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在美国呢，曾经有人说啊，待业不能往生西方净土，必须要消业往生。那个居士哦，他比师父早去美国嘛，影响力大喽。但是他这样子误导别人，请问有没有果报？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都不得了。他也要人呢去查大藏经呢。你们所讲的待业往生，查大藏经有没有？查不到这四个字，真的查不到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依意不依语。这佛讲的是依法吗？依意不依语。有没有待业往生这个事实呢？请问三辈往生是什么意思？那不能够待业，可以说那很多菩萨就去不了了。包括谁？包括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也去不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是谁？那等觉菩萨呢？等觉菩萨带什么？还带品最后生相无明呢？那既然他不能带业往生，那他当然就不可能出现在极乐世界。反过来讲，他既然能够出现在极乐世界，就证明他可以带业往生，不就这个道理咯？是不是？那观经讲的更细，九品不都是说待业的多少不一样吗？所以经教要圆解啊，不能死在句下。当年李师公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，我们不是批评任何人讲事实。李师公怎么说呢？
读书不能读成书呆子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学佛不能学成个佛呆子，不通嘛，是不是？不通达呢，就会自误，也会误导大众。所以我们呢，能够遇到一个大善之士啊，把这个经教里面的字字句句解释的这么样的清楚，这是我们的福报。所以师父上人这个播经机哦，应该要天天听。纵然听不懂没关系，第一遍听不懂，听第二遍，一直听，听上个20遍、30遍，你肯定有一天怎么样呢？豁然大悟。一大悟啊，再看别的经论，触类旁通，那就彻悟了，没有您不知道的。所以呢，极乐世界超过我们这边的地方，首先在于什么？可以待业往生，而且我们还呢，证得的地位非常之高，皆得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业报之身一下子在佛的帮助之下变成是法性身，不生不灭，不老不衰，也不会死的这个身体，大家要不要？要啊，那就好好念佛。下面再解释了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。此就是我们中国中文呢，就把它翻成是不退，一般讲三种不退，有不退有三义，三种。第一个为不退，入圣流不堕凡地。入圣流，谁才入圣流？我们现在是什么流啊？我们是凡流，对不对？您如果证得小圣出果，须陀洹就被称为入圣流。啊，是的，他还没有出六道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人家怎么样呢？人间天上7次往返，他肯定就出六道，证阿罗汉果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小圣出果、大圣初心为菩萨要尊重。说真的，这样的圣人才算是佛的真正的佛门弟子啊！我们可不要以为说我有受过三皈依啊，我还受过大戒的，我还受过菩萨戒的，我是佛门弟子嘛。那佛呢，为了让我们高兴一下，好吧，你是佛门弟子，但是我们是什么佛门弟子？你看这天台智者大师怎么说呢？我们是名字位呀，修得不错的观行位。真正的弟子是什么？要达到相似位，要正果才行，才叫入世弟子。我们现在跟这个入世弟子的标准相差甚远，要努力。第二个不退呢，叫做行不退。除就是消除、断除，除见思惑，他把见思烦恼就断掉了，那这个当然就是阿罗汉了。更好的呢，扶断尘沙，要么他把尘沙烦恼扶住，要么把尘沙烦恼呢也断掉。如果把它断掉，那太好了，那就不是声闻缘觉了，那就是菩萨。他们恒度众生，不堕小圣地，这都是菩萨。第三个是最高的，念不退，破无明显佛性，念念流入如来果海。最难断的无明烦恼，他也能够把它彻底放下。无明烦恼一破，您的真心、您的佛性、真如等等，我们这个佛经上的说法很多种，其实都是一桩事儿。我们这部经也讲了，真实之机就是它，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呢？显现出来。所谓的如来果海，经上讲萨婆若海，萨婆若海就是常寂光净土，就是真如自性。这个自性呢，广大没有边际，
不得以用海来做比喻来形容。所以妙觉如来呢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德了。我们到达极乐世界，这三种不退全都能够证得。第五段，以上三种不退若在此土修持，须断见惑。三种不退，首先当然是要达到什么呢？位不退。那您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先下什么功夫啊？要把那个见惑先断掉。五种见惑嘛，如藏教出果。藏教是小圣的经律论三藏，在大藏经里面就是指的四阿含。这部分呢是属于小圣藏，您能够证得出果须陀洹。同教见地，别教出租，原教出心，名位不退。这是天台的四教，藏、通、别、圆。所以说呢，出果、见地、出住、出信，他们断证的功夫呢都是相同的。现在留下一个问题来了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这一生啊，在这个娑婆世界把五种见惑都断掉？我们算是在娑婆，我们算是在六道里面老修了，修了无量劫，到今天呢还是没有放下身见边见，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证明这个身见很难。那怎么办呢？好在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特效药，有个特殊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断身见边见等等，还有这些私货尘沙无明烦恼。我们现在不求我断所谓的这些烦恼习气，我们只要怎么样呢？把它压住就好了，用一句弥陀名号把诸惑扶住，能够断当然是更好，能够把它控制住不起现行，您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有把握。再说真的，当您自心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念佛当中有没有断烦恼的？在断，不知不觉就把很多烦恼呢就断掉了。这一点佛菩萨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只要静下心来认真念佛就好了，其他事情呢自自然然稍后你就逐步逐步的明了了。可不要啊一边念佛一边在想，我现在到底念到什么功夫了，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啊，怎么还不来呢，我得等了好几年呢。您这样子想哦，又让自己的功夫夹杂了，不要去考虑那个，专心念就好了，自自然然呢就会有好消息会收到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到这儿。莫学悟圣初习念讲，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